我不知道为什么谢议长选择在今天凌晨来宣布，就是退出国民党。在前几天他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想法，那当然希望他能够深思熟虑，然后再做出这样子的决定。那如果这是他最后的决定，我们就是给予尊重。这不是双保险，而是我们在政治的学者上面就有不同。